接下来为您播出大彰化新闻。乡亲时代好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的开播大中华新闻，我是林桂英。今日是新历的108年1月1日，旧历的11月26日，礼拜二。好，这新闻一开始，咱就用30秒时间来看卖今日有啥物重要新闻。元旦前期，中华馆长王惠美是来发送花粿甲碗粿予乡亲，强调拼经济，落实江南节温。台北南屯社区、元旦社区健行活动今年进入第九冬，活动愈办愈有规模，嘛来结合地方的重要特色。彰化市公所迎接2019伫咧迄公西路举办跨年晚会，几啊千名的民众是甲规条路客家直通通。新闻一开始来看，新人新气象。彰化县长王惠美在7:00主持彰化县升旗典礼，现场再来发送1000份的碗粿加花粿。县长王惠美发言，会甲县政府团队全力以赴，伫咧新的一冬努力打拼，改造彰化。三哦，热果夺奖。县政府广场挤满参加元旦升旗典礼民众。透早气温有够低，参加升旗典礼民众也做伙动起来。新的一年，新的气象，看到国旗豆豆升起哩。馆长王惠美伫致辞时阵表示，未来四年将会甲大家做伙拼经济，予大家过更较好的生活。县府团队已经准备就绪，未来四年我们要努力让彰化拼经济，予咱首尾乡亲有感觉，就好像今年元旦升旗活动一样，充满着朝气、希望、乐活和幸福。祝福大家！在伫升旗典礼了后，县政府也准备1000份的碗粿甲花粿给民众，希望大家伫新的一年会当发发发。深深感受到民众对于经济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期盼性，那特别是这个礼拜。我们也感受到乡亲希望能够透过这个经济的发展，让自己过更好的生活。所以，我们今年元旦升旗典礼，那除了我们庄严隆重之外，我们呢也这个送了这个花柜、花柜，最主要要让大家今年能够发发发，变成我们金猪年啊，这个啊赚大钱哦。王惠美强调，新的这一年将会加速铁路高架化，都是一轴一环双枢纽的进展。提升农业竞争力，完善教育环境，健全社会福利以及卫生环境，建立一个人民的政府，把彰化成为人人都兴盛的新故乡。大彰化新闻张世良彰化采访报道。2019的头一天，真侪乡镇市嘛拢来举行升旗典礼。新港乡妇女联合会嘛伫咧新市镇公园举办升旗甲全民健行活动，吸引超过2000名乡亲来到现场，展现健康活力。2019的头一天，新港乡新市镇公园聚集满满民众，准备参加元旦升旗典礼甲健行活动。咱2019，咱108年的第一天元旦升旗典礼。那今仔透早有几落乡镇，拢有伫个即个古板路跑也好，升旗也好，咱先来外面乡亲赶快进来会场，外面乡亲赶快进来会场，期待已久，而且呢办了非常成功。来，乡亲光进一排，光进一排哦，来感谢，谢谢，感谢这个配合，感谢这个配合。今日到大家做一款木材，木材捐等一下开始健行，走路走到那边，先来运动，祈求咱身体健康，更加健康。咱即届嘛希望讲，透过咱即个改造彰化、翻转命运，会使甲咱的即个乡镇共同配合，让咱的地方建设会使更加加速，让咱的地方经济会使更加繁荣，让咱的乡亲会使过好生活。做汉
完进前，大家先跟着老师做会做热身操，活动活动筋骨。新港乡妇女联合会为着迎接新年来临，准备一系列的表演活动，邀请民众做会参加。最重要的是邀请乡亲在新年头一天，走出户外，展现健康活力。啊，因为今天的工作嘞，啊，来举办这个活动，今天天气也真好，哦，会当讲哦，是一个真好啊的天气。因为阮新港乡福安宫嘞，天上圣庙嘞，啊，来阮保佑，所以今天的天气特别好，哦，啊，希望各位乡亲嘞，啊，伫咧进行的当中嘞，大家会当啊注意这个安全，哦，啊，注意家己的安全，啊，家己的物件唔当去碰见。哦，伫遮咧，再次来感谢咱所有的乡亲咧，啊，来参加这次的活动。啊，因为咱的奖品真济，啊，奥多麦，啊，电视，啊，冰箱，有300多项的这个毛彩品。哦，啊，伫遮再次来祝福所有的乡亲啊，长辈，大家身体健康，新的一年，大家大赚钱，大家平安。新港乡长张焕章一边请所有人按时去定公园开始出发，无论男女老幼，有诶规家伙仔拢带来做伙参加。乡长张焕章表示，除了进行活动，主办单位阁准备丰富毛彩品，要甲乡亲斗阵用欢喜诶心情来迎接新年挑战。多种华新闻一方有新港采访报道。河美南镇社区每年元旦拢会举行社区健行活动，今年已经进入第九冬，活动是愈办愈精彩，结合地方宫庙特色，民众沿路哪行哪散步，等伊那换无彩卷，闹得阁精彩。南镇社区每到元旦，拢会结合社区地方的宫庙，做伙举办健行活动，到即马已经是第九年，大家按活动中心出发。一路行经南德宫、新兴宫、普胜太祖宫等宫庙，转动大约6公里。每年都办的那个元旦健行活动，我们今年是迈入第9年。哦，今年天气还算不错，所以吼、哦、人就多就多呢，就老的嘞呢。南定的特色的是讲，阮的土地公庙嘛，哈很多啊，所以讲吼，阮的节庆活动吼，我能甲公庙结合，安尼吼凝聚力在好哈，人潮在多。我们沿途就是我们里内的各公庙哈，我们有南德宫、圣贤宫、天正宫，还有普善太子宫，还有南岩宫，各山寮福德进行哈，拢从6间庙哈，甲咱结合了做。这个活动，哎，啊，沿路就是我们有像我们圣贤宫吼，伊都是煮一挂咸梅给大家吃，吼，啊，天顶宫诶一挂小礼物，哈，会分送给大家。陈小美理事长表示，今年活动吸引将近600人参加，人愈来愈多，也感谢地方的宫庙准备早顿。香果水果等补给品提供民众享用。我是这么来的。豆豆本身当地民众伫每年头一天的例行公事，理事长陈秀碧表示，健行活动会当予大家搁较挖近社区，到地方宫庙拜拜求平安，也感谢社区的民众踊跃赞助毛彩品，和所有参会乡亲有一个难忘的元旦佳节。新年快乐！大众华新闻叶宏武何必采访报道。鹿港天后宫开放点灯，其中今夜上盖馆的在运行通道到收到爱50万。新议会新气象，我是彰化新议会议长谢平。邀请大家一同关注县政，开创彰化美好新愿景。玉山当户，鹿港镇中正路332号，汽机车借款、黄金、名表，中小企业打借款，支客票还款，电话775-919，电话775-919。你户贷舒适不舒？专业办理办乌托地123贷款，正价齐全，马上新价，马上付款。
银行利息农地期货买当办理，电话0988205738，利户代书事务所。欢迎今日新闻的现场，我是林桂英。明仔是拜三，嘛是旧历的11月27日。根据通讯记载，明仔在位公伫接八方，好时是透早7点到9点。另外有啥物代志是要特别注意的，咱做回来关心。河尾普渡院主事九宫八卦太子庙方为着庆祝建庙30周年，盛大举办斋祝活动。今日的斋得上水，就要邀请到一个河尾普渡院第九届主委张伯明来介绍普渡院依照古例举办的斋祝法会。普渡院主事九宫八卦太子是当地信仰中心，香火鼎盛，按各地来参拜香客真多。庙方为了庆祝建庙30周年，盛大举办斋祝法会，所有可以一切依循古礼，法会庄严隆重。庆祝咱30周年，所以奉咱主事九宫八卦太子的指示，要来启建这个九十五仙堂。张伯明主委表示，因为当初新庙落成的时阵要做少，所以30年了后，搁再办一届斋祝法会，就是完整意思。这届所有可以拢依照古例来举办，所以不管是主委，也是各新村的导手，伫对拜时阵，拢爱穿古装表示尊重。九宫八卦，普遍普通，伊九宫八卦太子，李龙神，众主一神。给我帮忙，所以我拢伫河尾普渡院伫遮咧拜拜，有求有求必应，所以我就是八卦太子李龙神给我帮忙，所以伊要做石，我讲投手甲李龙神的这个道，由我大祥公司甲我的大孙安来安这道。庙方除了搭建石坛，也搭建树林寿庄云台，和平将去你过温祈求好运。另外，庙方也特别地发挥最后一暗，举行跳钟馗的科仪。钟馗是比较特殊的一个仪式，每一届啊，若是这个做酒吼，有钟馗，就是来压煞、叠锅的意思。因为咱做酒有这么澎湃来滴，就是讲来破，有可能因都无愿意走啊，钟馗就是要来请他们回归原位，吼、哦。原来的所在，吼啊，和大家吼，搁较平静，啊，大家健康，安尼平安顺事。
河滨普陀院主事九宫八卦太子是当地信仰中心，建庙三十周年的完结活动，也在众神男信女的共心协力之下圆满结束，再次展现地方虔诚的宗教信仰。多中华新闻一方有河滨彩虹报道。彰化市長林世賢就任了後，頭一個跨年來到旭光西路頭前的暗會現場，帶領市民迎接2019年，響應環保，市公所也來取消新年到達廟所了後的煙火秀，改為噴發彩帶來慶祝。台中的歌手唱歌熱舞，跨年暗會愈暗愈熱烈。为了擦亮气氛，歌手搁行入去林群，甲歌迷互动。新科彰化市长林世贤表示，跨年晚会是上任市长了后的头一场大型活动，除了甲市民做伙迎接新年来到以外，也甲市民做伙许下关系合作，继续推动彰化市的各项建设。咱彰化未来关系合作，和咱彰化大进步，因为彰化未来有足侪建设的。包括有捷运到彰化，啊，污水下水道工程、南外环道啊，甲这个铁路高架等等啊吼，包括有三座立体停车场，拢需要管区合作。所以这是新的开始，新的一年，咱彰化需要咱所有乡亲共同来关心咱彰化的进步甲繁荣。是讲说跨年晚会上大突破，就是无放烟火，改用彩带。今年吼，咱这个跨年晚会吼，特别啊吼，环保啊吼，啊，所以用足快乐、足欢乐的，咱大家来用彩这个细碎色彩啊来跨年，啊，向周边的乡亲啊互相的拥抱，互相的道贺新年快乐。所以无放炮啊，这是较环保、较特色啊，希望大家。过一个快乐、环保的新年。林世贤强调，彰化市每年的跨年晚会拢真热闹，也吸引真侪少年族群共享盛举，做伙迎接新年。多彰化新闻张世良、彰化彩虹报道。四天连假，真侪乡亲拢走去各庙宇拜拜求平安，顺续来点灯祈福。鹿港天后宫今年上届热门的灯，就是画面当中这个财运行通道。128爬灯，无到半工就夜满，到底有啥物特殊的所在？带乡亲做伙来去了解。这个鹿港天后宫的财运行通道真抢市，点一盖灯要8800块，只有128盏，才开放半工就夜满。其中倒数要50班，连续三年拢是由同一个企业主得到妈祖婆顶头答应。今年点斗的人民众啊更为踊跃，因为常年供奉在我们天后宫的信众啊对于拜斗有所感应，所以今年啊我们开放的第一天，大概在半天的时候，我们的财运亨通斗就在我身后这部分的话就已经全数额满。更特别的就是说，有几组的信众哈都来现场求斗手的部分，然后希望得到妈祖的允诺，但是一直都没有成功。后来的话就是在我们今年安奉斗手的这位信众啊，他也来到现场亲自来向妈祖祈求，然后得到妈祖最后的允诺，他也来点我们明年的斗手的一个斗灯，然后也很感谢他。他向妈祖祈求的哈，并不是大愿，他只是希望说他的公司人员哈都能平安，家庭能喜乐，所以我觉得心善才能得到妈祖最后的允诺。无点着灯的无要紧，还有光明灯、安泰水、文昌灯。拜刀灯，搁玩弄银银铺，每一个人600块。民众也当伫网络上点灯，点灯搁送妈祖钥匙圈，随心保佑出门平安。我们安泰岁哈，伴送的是生肖哈部分的话就是猪蛇，然后偏冲的话就是猴跟虎，所以有偏伴泰伴送太岁的这四个生肖的话，我们都会建议你今年明年的话就是在庙宇里面呢、安奉一下太岁。然后我们说哈，就哪一个生肖呢，在明年啊是会发大财？其实啊，每一个生肖在。来年啊，在某一个时节里面，其实你都有发财的一个财运，但主要哈，这个看你哈是不是够努力。只要财运到的时候，你努力的话，大家都可以赚到钱。鹿港天后宫香火鼎盛，看卖拜拜灵条，信众拢诚心祈求来年顺利、健康、平安。台中华新闻林桂英，鹿港彩虹报道。
中华家扶中心第六档举办跳蚤市场爱心义卖活动，义卖所得会来帮助家扶囡仔完成学业。变换曲调，转换心情，音乐频道海量音乐任您挑选，新频道最懂我的心。宝贝，你想看什么？随便啊，都可以。啊，这什么？可怕！都随便吗？不必买哦。哎，这是我名字。我要看这个啦！你好棒哦！元旦假期，不少的民众走出去佚佗，也有民众是今伫咧新年的头一天来做爱心。中华家扶中心连续六档来到中华家乐福大卖场头前广场，举办跳蚤市场爱心义卖活动，现场阁有音乐班的囡仔伫咧现场表演口令曲。志工早就准备好义卖物资，不少民众也真认真咧挑选家己喜欢的物件。佮靠音乐教室也出动小朋友，佮现场演奏好听的乐器来插来气氛。除了募集来物资以外，有资深的家扶志工，佮开始抓来好食料理，尽家己的力量来帮助家扶中心的囡仔。啊，着家己有，啊着安尼煮煮的，啊着出来安尼，互大家安尼欢喜一下，互遐个囡仔欢喜一下，互伊安尼有一个新力。过年安尼有新衫、有新鞋、有通食、有通穿。谢谢你的爱心。中华家扶中心表示，这回义卖物资拢是申请人数关键，有文具、衫，佮有佚佗物啊，佮较有好食物件。义卖所得将会用来帮助家扶囡仔，会当顺利完成学业。新年的第一天，那我们彰化家扶为了帮助我们彰化家扶3600位孩子365天的生活、教育、医疗的费用，所以我们今年就是第六年了。我们元旦就开始举办的义卖，希望说借着这场的义卖，每年的一个开春的一个义卖，能够带给我们家扶充满希望未来的一个一年，也能够让他们获得无忧无虑。这场爱心义卖，够真侪学生志工来帮忙。伫新年头一天，献出爱心帮助募款，所得爱心善款也全部捐予家扶中心。对中华新闻张世良、中华采访报道。参拜公路花园，除了会当买盆栽、乡亲来吃，佫会当食到真特殊口味的松鸡林。有业者发挥创意，甲正买50档的树葡萄果实，连皮带籽，做成口感绵绵的树葡萄松鸡林，滋味安怎？赶紧来去看卖。深紫色的双麒麟相当引人注目，食起来口感如何呢？口味很好啊，真的是树葡萄再利用很好，不然树葡萄在生长的时候太多了啊，譬如说它多利用的话就不会浪费掉。原来这是树葡萄口味的双麒麟，酸甜的滋味搭配绵佮顺的口感，好多人囡仔拢真介意。我是树葡萄冰淇淋啊，没有啊，刚好在经过看到觉得蛮特别的，对啊。吃起来、酸酸甜甜的，蛮好吃的。吃起来口味跟一般的冰淇淋有没有什么不一样？有。好不好吃？好吃。口味是怎样？很甜的。
业者表示，因为秋葡萄的产季在每年的三月到五月，为了让民众全年都能品尝到秋葡萄的好滋味，特别按日本完整进口双麒麟基带，将有花青素的秋葡萄用入去双麒麟内面，制作出独特口味的秋葡萄双麒麟。因为我们停产园艺在门市这边有种有五棵将近五十年的树葡萄，因为它的产季呢大约在三月到五月，然后产季非常的短，所以希望呢能让客人一年四季都能吃得到树葡萄，所以我们研发了树葡萄双麒麟，然后可以让客人能够吃到树葡萄的美味。它基本上我们制作的时候是连皮带籽下去制作，所以是100%的原汁，所以它吃起来是会有一点酸酸甜甜的味道，有点将近莓果的口味。树葡萄因为它的本身皮是深紫色，花青素非常的高，所以它抗氧化的效果是非常的好。除了当单独品尝秋葡萄口味的双麒麟，可以当用在牛奶口味。业者强调，这是人培果籽去制作的双麒麟，无添加色素以及人工烹料，一推出就相当受到游客的欢迎。台中华新闻综合报道。来关心客户各菜市场的交易行情。今日的总交易量哦，共有191公吨，平均的价钱是每公斤12.9元。继续来看详细交易情形。卡玛多上价19.3元，中价15.3元，下价13.2元。各类菜上价8.6元，中价5.5元，下价3元。青菜上价40元，中价31元，下价16.7元。豆芽上价40元，中价23元，下价11.9元。花椰菜上价25.5元，中价20.2元，下价16.6元。葱仔上价26.9元，中价24.4元，下价22.2元。包心白仔上价13.4元，中价9.1元，下价5元。葱头上价21元，中价17.9元，下价13元。菜头上价8.1元，中价5.7元，下价3.4元。白莲仔上价25元，中价20元，下价10元。白菜上价20元，中价17.4元，下价10元。刺瓜上价27.2元，中价20.6元，下价19.8元。气象受到东北季风加南方云系往北边刷震动的影响，北部加东北部地区云层增高，会来落雨；中南部加台东地区云量多，会来落这个蒙蒙啊雨。温度方面，中南部加台东地区温度上悬，来到23度至26度之间。来关心各地区的天气状况。以上就是今日的大中华新闻，感谢乡亲的收看，我是林桂英，咱期待再相会。
里西里办年船，乡亲就要注意，唔通凊彩将证件甲囡仔交予别人，以免造成财产的损失以及法律纠纷。